把爱心说上来先。爱心爱心，来来说上来先。啊，关欧哥集群力。现在10点，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人来面交了。但是我们要跟住 SOP 啊，所以我们店呢每一次呢都只可以放5个人进去。啊，光楼哥自己亲自先帮我分享先啊。哇，光头，你要亲自自己来的？要亲自自己来啊？没有钱请工人了啊？要自己来啊？人数进到了，人数现在去300了。我们等多一下啊，你看，全部已经开始来面交啊。所以你们记得，每一位来面交的朋友要跟 SOP 的，好，你们一定要 scan， 不要嫌麻烦，不要讲说你只是要进来一下纸包拿东西又走就不用 scan， 然后每个人都要 scan， 都要量体温。然后我们一次过我们没有放这样多人进去哦，因为哦，你看，我们都是轮流要排队要等哦。哦，所以可能会比较慢，但是不要对我们面交的那些面交官发脾气啊，因为他们也是在尽快的。老板来面交吗？排队啊，来这里排队先啦、啊。走散啊，各位。啊，哦，所以一定要排队。来，弟弟 ，say hello。Hello。Hello。啊。来分享直播先啊，先帮我分享一次在你们个人主页先。好、哦，现在开始，因为我们其实9点就开始面交了，今天面交时间我们会延迟到8点。来，老板娘面交是吗？来，欢迎排队先啊。OK，SOP 一定要做好，所以你们大家来面交记得要戴口罩。哦，先 scan 了呢才来量体温，哦，然后才来讲你们什么。所以做好 SOP 最好啊，大家平安安健康。可以啊，来先帮我分享先啊，各位500位朋友。安迪回了啊？哦，要坐这先可以。开刀啊？啊，可以可以，你坐在这里先哦，坐在这里等先。来，大家能不能把爱心说上来啊？能不能把爱心说上来？啊，我们的光头都要亲自自己下。你要找什么颜色的？也是啊，你这样矮，要不要你来讲换一个高的人上去？我比较高吗？我看到你矮矮这样啊，拿东西很辛苦哦。是矮，你是肥肥矮矮。啊，没有，比你高哦。早上好啊，各位要面交的朋友来，今天我们面交延迟到8点是吧？老板啊，老板娘呢？啊，今天我们面交延迟到8点是吗？光头。面交到10点。到十点啦、啊，今天直接开放到10点啦、啊。啊，今天不了。啊，今天不了啊。老板娘车在哪里啊？啊，来。可以。可以可以，你架过来这里啊，你架过来这里上货，啊，比较容易。哎，所以开始很多人，越来越多人来面交啊。你们今天谁有来面交的，打一个加一下。谁有来面交的，打一个加一下。苏珊早安，分享了，谢谢你。今天谁有来面交的，打加一。OK。哟，生气脸都来啊！人看到我们这样多人面交，生气我们了、啊。他讲这么，你跟他延迟到十点，我生气、啊。对。啊，你看几多生气脸。讲给你们不用等吗？直接来拿货不用等。对呀、啊，来我们看一下是按错还是什么啊？哦哟，说不停哦，那个生气脸，小声啪啪，帮你看一下啊。你放心，你放心，如果你要我注意你，我注意你了。来看一下啊！帮我刷 emoji， 哎，这样子曝光率会比较高嘞。是啊，它会刺激到那个 Facebook 哦，把我们的那个直播。佛来的，佛爷啊 ，OK， 莫生气 ，OK， 莫生气啊！你是不是按错还是什么？这个哈、啊。来，啊 ，OK， 那昨晚呢，有买那个这个架子的朋友呢，5层的能不能放得上？可以，没有问题。哦，格丽莎都载得到，已经开播是啊，已经开播了的。我知道你在面交，你很忙，我知道，放心。好、哦，我在拉人先，你先快点，不要耽误到顾客。好、哦，来大家先把我分享。
老板，我昨天已经汇款了，你们还没有看到我私信的留言，我怕你你们没有。有，你昨天有下单的都有留给你的，你放心。你放心啊，你汇款了呢，你直接把名字、电话、地址打过来。如果已经汇款了呢，你就不用担心了的。哦，你就不用担心了的啊。来，每一位朋友啊 ，OK， 先帮我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一定要分享一次，好不好？来，老板早安，帮我收到了，品质好，满意，谢谢，谢谢你，邓央。OK， 昨天在你们店看现场 live 舞狮表演，超棒哇！这样都给你们看到现场啊，我的 Emily。请问 MU 面交需要预约时间吗？你要其实不用预约，你直接过来就可以了的。你要跟住 SOP， 你不要嫌麻烦，因为有些顾客他们来，他们会讲说，哎，我不要 scan 啊 ，OK， 我不要 scan 可以吗？我不要量体温啊，我拿了就走了的，不用这样麻烦 scan，OK，、okay， 希望你们来了一定要 scan， 一定要量体温 ，OK， 然后要耐心等。我知道排队你们会觉得不耐烦，但是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跟住 SOP， 好、哦，你好，我们也好，因为我们不可以一次过放太多人进去，所以我们每一轮呢，我们最多只是两组客户进去。OK， 两组客户进去啊，来，老板，我也是汇款，汇款了的，直接把名字、电话码、地址发在我们的 inbox， 然后不用急着要客服回复的 ，OK， 不用急着客服回复，他一定会回复你，只要你汇款就一定有货拿的，哦，没有跑你的，明白吗？白杠的东西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令，那你可能没有收到令啊？你是讲 order 完全没有收到还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抢到呢，就是没有收到令的，你明白？因为转客服有跟我们讲，因为有些人去留言讲没有收到令，有些是没有抢到，因为可能你们分不清楚，我们在直播还是关播了的下单 ，OK， 关播了下单，但是来小帮手啊 ，OK， 来帮忙check一下，配音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啊？到底什么问题？帮他check一下，是不是没有抢到的还是什么的？OK， 好友哥，我昨天问小编铁价多少钱，为什么到现在没有给我回复 ？Elende， 给小帮手一点时间。昨晚我们单单这个都千多个下单，哦，你可能昨晚没有进来，给他们时间，因为我先给你们知道一下来，我先给你们知道一下啊 ，Elende， 我们的客服啊不是机器那种回复的。哦，不是机器那种回复的 ，OK， 不是没有回复你，对，因为昨晚他们十点放工了，他们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每一天呢 ，OK， 都在三四点放工，每一点都在三四点放工啊，所以我们昨晚我们稍微比较早给他们回，因为如果你再让他们这样子记啊，不要讲说你今天收不到信息，明天、后天你可能都收不到，因为他们真的很累，所以你放心，你们每一位有 inbox 的，不是没有回你，我们不可能没有回的。OK， 我们不可能没有回的，只是那个顺序啊还没有到你那个顺序，因为我们平均每一天啊，现在啦，以现在来讲，每一天我们的 inbox 6000封啊 ，OK， 6000封，明白吗？没有收到令啊，你稍等就可以，耐心等待啊。Emily 祝放心，他们一定回复了，只是有点慢，对哦，因为我们不是，如果我们是用 system 回复你呢，我跟你讲，你问我十样东西，我跟你回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因为那个是系统回复，但是我们系统回复只针对第一封罢了。OK， 来裴毅。两天前已经发给你了哈，你先看你的 message 这些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因为小帮手两天前已经发给你了 ，OK， 已经发给你了，你注意看你的 message 啊，两天前就收到了，是不是你电话有什么问题 ？OK， 来 YK 早上好啊，疫情后全国舞狮争霸战，你们家长生短尾狮可以报名了没有啦？我们这种业余的，我怕买不到。OK， 来先跟大家讲先，你们帮我分享先，一千人我就会开始介绍，哦，一千人我就会开始介绍，爱心帮我说上来，爱心啊，来我教你们说爱心，因为你们爱心说上来，我们曝光率比较快，就比较容易上一千人。我教你们怎样去弄啊 ，OK 啊，我教你们啊 ，OK， 来这里，注意看啊。现在这个是我们的直播，来我开给它亮一点先。OK， 现在 ，OK， 这一边是我们的直播，按进去啊，下面这边啊，你看啊，有爱心的，哎 ，OK， 现在这里啊， okay， 爱心跟它说上来，你按这个爱心，然后记得公开分享一次。OK， 记得公开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主页啊。Sharon Lee Hello Online 服务很好啊，谢谢，记得帮我分享。OK， 来 Daniel Ang， 你们定价 How much？ 可怜 Daniel Ang， 不料，你们定价 Semalam sudah habis kena rebut， 不料，五成的昨晚被你们抢光了，被你们抢光了啊。然后我看到非常非常多人没有帮我分享，能不能帮我分享一次在个人主页？
一次就好了，我没有要你们分享三次，没有要你们分享五次，没有让你们分享十次，我只要你们分享一次罢了。来，请问空气净化机开24小时电费贵吗？你开24小时，一年365天你开完，电费都不会贵，都没有你一个饭包贵。OK， 第一次看你们平台直播，请问卖什么？我们是电器家用的，所以你耐心等待先分享先，是不是卡了啊？因为人数突然间不见掉200人，来帮我 check 一下。OK， 戴顺凤有没有卡到？没有。来，来，戴顺凤已经分享啊，可以。来，五层铁架收奥了哈、啊，收奥了啊！如果昨天的直播有下单的人就有抢到。OK， Bennett 和温丽可以不可以帮我分享直播？可以不可以帮我分享直播？然后你们是不是卡 ？Can I have customer contact number？ 来，小帮手把那个01866877711啊打上来一下，给他们并上来。早上好，分享了。OK， 四成还有吗？四成有，今天这一场可能就是最后一场了，因为昨晚有在的人都有看到，昨晚我们五成卖完了，所以今天我们只有三成四成卖了。OK， 你今天再抢不到，我真的没有办法答应你啊，因为昨晚老光头太够力了，是不是？对对对，啊，来人数给他1000先来，来人数给他1000，产品了来，对，产品了来，我们直接进入产品啊 ，OK， 所以先给大家知道，今天我们只剩下两个 ，OK， 我们只剩下两种吧，五成sold out了哈，五成没有了，这是四成，我们剩下三成还有四成罢了，四成，颜色一样了，今天没有得选颜色啊，是吗？黑白还是有得选？没有的选颜色了啊！有，你们来拿的，我尽量给你选咯。啊，在直播下单的就比较难一点。在直播下单比较难啊，所以我们只有哦颜色随机了啊。今天你们昨晚 miss 掉了的，今天原谅我们，不是不要给你们拿颜色，哦，不是不要给你们选颜色，没有办法再去统计了。等一下我答应给你，然后其实那边出货没有，所以导致到等一下你又不开心，我也不开心，对不对 ？OK， 那么来，现在跟你讲重点啊，我这个三层的呢，跟市场上三层呢是有一点点分别的，分别在哪里 ？OK， 来，我给你们知道到完啊。那今天这一个来讲呢，它是属于收纳架子。OK， 什么叫收纳架子 ？OK， 以前你们要买一个架子，像这样子的。没有接近200块，不用去想它会送到你的家里去，对不对啊 ？OK， 那么今天呢，我跟你讲啊，这个呢，你看清楚啊，它是这样子来收纳 ，OK。那因为可能今天有很多新客户啊，我一定要从头跟你讲到尾 ，OK。这边是一个锁住的 lock， 给它开掉，开了是吗 ？OK， 中间这里你给它拉一拉它，看到吗？拉了就可以跟它变成收纳架，看到吗？收到这么扁。所以呢，你基本上来讲是吗？它很省位置。你要搬家 ，OK？ 很多人是买小个三层的放在哪里？来，我给你们知道一下哈 ，OK？ 买三层的人通常是放在洗衣机旁边，或者是放在那个小厨房 ，OK？ 看你自己的厨房有多大多小 ，OK？ 那如果说你的厨房很大的，你可以选择四层 ，OK？ 选择四层啊。那么今天我这个架子呢，它有轮子的哈。有轮子的 ，OK， 在这里我们有装上轮子先啊，等一下我装轮子给你看。啊，后面有一个有轮子的 ，OK， 来你看啊，这一个 lock 住它，锁着搞定。所以你们啊是不喜欢做这种手工的人，明白？我这个架子你不用去担心，因为我也是跟你们一样，不喜欢去装啊这个那个啊，不喜欢。所以呢，这个买回去打开就是像刚才那个样子这样。OK， 那么来，中间这边是最脆弱的啊。中间这边是最脆弱啊，所以你看好来啊 ，OK， 那我有60多斤，接近70斤啊，我坐在中间，那这个如果说普通的，它偷工减料的话，你又不是卖架子，你是不知道的。那么今天我做这个举动是给你们知道，我这个架子真材实料啊 ，OK， 那么来，那这里我有一个秤啊，这个秤是称不到我的重量，因为 over 吧，见了啊。50斤罢了，来，给你们看一下啊，50斤罢了啊，那看清楚啊，我稍微放上去罢了啊 ，OK， 镜头有看到吗？有，准不准？准 ，OK， 看啊 ，OK， 那粉丝们，那我单手拿上来啊。超过了 ，OK， 超过了对吧？已经 over 了啊。对 ，OK， 因为光头80斤咯。没有啦，70不到了，60多70这样。OK， 所以这个是三层架 ，OK， 有黑色，有白色 ，OK， 那质量呢？喷的手工啊，你看它这个漆啊，监督到很美的啊 ，OK， 那不会脱色的
不会脱色的哈。那这个是四层的，四层的，很多人是放在厨房或者是放在书房，怎么？它可以放锅子，好像买了很多电器了，不懂要放哪里去。OK， 来，今天你跟它放下去，放下去呢？今天你放在厨房，你里面肮脏，以前你抹不到，现在你可以跟它拉出来，你抹干净了，你再跟它放回去，看到吗？这个就是有轮子可以收纳的方便，因为就是有很多人家里装的都是啊定位了的，就是锁螺丝的，锁螺丝的，锁上去了，对吗？没有用了。如果有这个出现过后，很是位置。今天这个收起来，只是像撒一这一个这样子四层这样，看到吗？啊，这么小个。OK， 这么小个啊。OK， 那老板拿一个对吗 ？OK， 来，谢谢老板啦、啊，老板带走一套了。OK， 谢谢老板。你们如果是甲东朋友、福建朋友、吉隆坡朋友。你们要快又不要等 ，OK， 直接过来我们的店好不好？三十以来的全部有。OK， 过来我们的店拿，这个是昨天到柜的，很多顾客来面交拿，我们白钢的货拿，其他东西就顺便加单了 ，OK。好，地址有吗？打 online kaki mo， 如果新客户的人打 online kaki mo， 他会把你带到我们的门口来。OK， 明白吗？因为讲哦，你还没有报价的。那、啊、还没有报价的，我先给你们知道先啊。OK， 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OK， 刚才小帮手也有讲，有些为什么转没有收到令？来，昨天晚上的直播我们讲到很清楚，没有分享的朋友，你下单我们是没有帮你们进单的，因为我们只要求你分享一次，我们不像别边这样要你分享三次、五次、十次。为什么要公开分享呢？因为我卖给你的价格，我跟你讲，不是全马了啊，是全世界最便宜了啊，我没有骗你啊。你有走台，你有走直播 ，OK， 你就知道了 ，OK， 就知道了。今天我报一次价钱给你们知道 ，OK， 三层的 ，OK， 那它的原价多少钱？多少钱你知道吗？来，三层原价209啊。209，今天不用109块罢了。对，今天只要你有公开分享一次啊，优惠特价只需要109块，三层折叠价值啊 ，OK， 高度86cm。看到吗 ？OK， 要下单打上 SS 加一。如果你是要两个，你就打 SS 加二。这一个是三层的，就是现在我们光头哥。对 ，OK， 上去的啊。这个三层的啊 ，OK。明白啊。那 OK， 那看到没有？那 OK， 来吴永琪，为什么没有啊？因为昨天太爆单了，可能你是在那个过了那个数量以下的啊。所以呢，来不用紧，你三次啊，五层买不到，你买四层。其实四层跟五层的那个高度距离不远的，你自己来。胡永琪，你是看直播还是看重播？因为我们的直播没有洗掉，因为我印象中转直播我没有注意到你。那个字吃掉了啊，可能吃掉。吃掉了就没有办法哈、哦。对。OK， 来，那三层价钱 SS 加一啊，邮费C码收你15块，你买两台。我一样啊，只收你15块，第三台开始加8块，清楚吗？第三台起加8块啊，就是说你如果你要赚多多省多多，你买两台以上，明白吗 ？OK， 你可以买一层三层的，你可以买一层四层的，明白吗？都可以，你喜欢啊 ？OK， 来四层的什么价格？那来一二三四，下面四个轮子，轮子是好的啊。轮子是好的 ，OK， 好像我这样装坐上去都好 ，OK， 它的轮子不会因为这样子而空掉，不会啊 ，OK， 你来面交，你看到我有很多都在用着这个架子的，很多做生意的朋友要省钱 ，OK， 又要美观，又要好看，又要可以推进推出，好像我们这样子，店面很小，推出来放门外做生意，然后呢收工再推进去，很多人给我买10个。20个、30个都是这样子，放楼里来卖多来卖都是这样。三层的没有轮子吗 ？OK， 有，只是没有装不了。因为我放了轮子，我怕它会滑，所以我呢直接没有装轮子上去。那这个4个呢有轮子的 ，OK， 那可以推上推下的，看到吗？可以推上推下的 ，OK。那么今天你可能我觉得我坐这，我呢可能用第二层来收力啊 ，OK。在这里我夸张一点点啊，破坏式的去呈现给你看。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架子刚用的时候是漂亮的，用了一阵子没掉了、弯掉了、坏掉了。那么今天来你看啊 ，OK， 来啊，朋友们看到吗？
看到没有？哦，我比任何人还要怕啊 ，OK？ 因为我完全没有拿来 QC 过的。为什么我敢这样站？因为我拿的时候它很重，三成的重量七 kilo， 很重啊。四成的 ，OK， 接近十个 kilo 啊，接近十个 kilo，OK、okay?。所以你们自己要白色，哎呀，有白色，有黑色，有四层，看你要多少层了、啊，自己打上来 ，OK。那轮子我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啊，很简单罢了的哈。OK， 来四层的，很多人问价钱啊。来四层的。来四层原价229。有公开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直接扣100块，只需要129。要四成的，你们打 MM 加一 ，OK？ 要两套就打 MM 加二 ，OK？ 就打 MM 加二啊，这个是四成的，跟我们的下单扣啊。没有分享就没有进单，有分享才会帮你进单，好不好？来， okay. 宽度来讲，无论是三成、四成的宽度都是71×34，看到吗？71×34啊 ，OK， 71×34，颜色随机啊，今天没有办法给你们选颜色了。来，好啊、光头，现在你要做吗？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哈 ，OK， 为什么讲今天颜色随机呢？因为今天这一波如果没有错的话，抢了过后就断货了，因为很多人一来拿两个回到去。回来加单，你看老板都拿两个了。回来加单，真的加很多个，因为他们真的可以省很多钱，啊、哦！真的，如果说你们老是讲啦，自己走去家私店买包，就我不知道啦。但是我敢跟你讲啊，我们真的是批发价。对，直接来加东拿呢，你就不用给邮费。我们是在 KL 格邦啊，我们是在 KL 格邦，明白吗？但是君莫笑啊，你现在来拿，你拿不到的。为什么？第一，你没有在直播下单；第二，你分享也没有。所以如果你没有分享呢，就拿不到的。哎呀，今天下午直接取货可以吗？可以啊，我们现在已经很多顾客自己来拿货了，看到吗 ？OK， 那看到吗？还有人来拿货了，看到吗？来。所以面交的话就不用给邮费啊，面交不用给邮费。今天光头哥讲面交时间 extend 到10点晚上，对，好、哦、方便你们。你们直接在过年前可以哦，打扫家里，好、哦、不用说，啊到才来去打理啊，好、哦、这个东西真的很好打理。你每次跟他推进推出，啊你要抹地你给抹地了，你要扫地给扫地了，扫了地过后来再跟他人家回去，看到吗？很简单，很方便啊！格邦家家路古桥后面啊，你直接使用 Waze 还是 Google Map， 你打 online 给 Gimo 带你来到我们店前面。OK， 我们然后一看看得到的，一个我们招牌大大个的，黄色招牌大大个的，五层没有了，昨晚被抢完了，昨晚被抢完了啊，五层。OK， 哦，我们只有四层，然后四层如果你是住 apartment condominium。OK， 刚刚好的，因为你看，来光头，你推一个四层的来前面，然后你站在那个四层的后面先。现在开一个四层。啊，现在我们开一个四层的给你们看，你们收到货就是这样的，不用拿螺丝掰来锁了的。对。哦，打开就可以用，这个叫做折叠式，这个叫做折叠式的啊。省位置啊。对。OK， 那看到吗？啊。给你们看一下先，就是这样，然后打开就可以了的。你只是用手抓这一边拉开，看到吗？你倒反了。哎，说你啊，你倒反了那个。OK， 来，你看一下哈。现在下来直接去取货可以吗？可以，马上来，不用等。OK， 然后很多人没有分享，没有分享，没有进单啊！我先讲先。马上来，不用给邮费。好，来，老板再多两套啊。OK， 来，来看到吗？很多人拿走啊。看到吗？打开了。中间哦，跟它压到完下去，给它平就可以了。平了过后，来它的后面屁股这边啊，有一个 center saw lock 住它， lock 住了过后跟它压到完，明白吗？当你压到完过后呢，我跟你讲，真的很耐啊，不是开玩笑的，朋友，看到吗？看到吗？来，看到没有，朋友？来，那好，够力吗？够力。我承认我最近是肥了的啦。真的是肥很多，但是没有问题，看到吗？所以今天你们有很多很重的、很刺猬的，来跟它摆下去。来，中间这边跟它盖匀下去 ，OK。三层的高度86cm， 能不能进飞机我不知道的嘞。不过如果这种这样的还是可以进啦，只是要你要另外加。进飞机。啊，上飞机啊。上飞机可以。也要加钱罢了，要加钱罢了。我中就不要给钱啊。OK， 如果要下单四层的 cos， 来这个四层的啊，来光头，你站在四层的后面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吗？光头165高度。啊，如果妈妈用，妈妈高度不高，
明白吗？刚刚好，好、哦。一层两层，把可以放很多东西。四层下单的 code MM 加 1，MM 加 1颜色随机啊，颜色随机啊，原价29，优惠特价129，129啊。那有给你们轮子的、啊。两个轮子是有的 lock 的，锁住不要给它移位的啊。有两个轮子是活性的 ，OK？ 那总共有四个轮子，每一套里面有给你一个螺丝掰。螺丝掰呢，看到吗？当你锁进去它的这个屁股洞这边拿了，给你看一下啊。OK， 手把它起来，然后呢 ，OK， 一个洞、两个洞、三个洞、四个洞，你这样子跟它放上去锁就可以了。锁不到的话来讲呢，就用螺丝掰放在这个螺丝这边这样转就可以了，明白吗？明白不明白？明白打明白啊。OK， 来油费多少啊？先给你们讲啊，西马的油费，你买一台，你买两台，不管是三层四层，都是15块钱油费。如果你买三台，第三台你要给多8块；如果你买四台，你就要给多16块。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此类推，总之你买三台以上，第三台开始就是每一台加8块。我们从1月1号开始报单到现在。如果说你是第一次给我们买东西，不要紧张，只要你有下到单。OK， Messenger 有收到我们的 message 一次就可以了，我们的人会追单啊，明白吗？可能还会延迟1到2天，好、哦，大家请体谅啊，因为我们真的太爆单了啊。三层也好，四层也好，全部都有轮子的，全部都有轮子的啊。OK， 来这一刻啊，朱闹力 ，OK， 来，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 ，OK， size 来讲呢，等一下我可以讲，我现在先回复另外一个人的问题先。来，这个不是杠，如果你在外面有听人讲是杠的话的，类似这样的啦，骗你的，哦，没有的，杠这个价钱你肯定买不到。OK， 这一个来讲呢，我们有 ND Last Pen， 什么叫做 ND Last Pen？ 它叫做防锈器，所以你们今天你买回家，你可以放在厨房，包括就说你放在厨房不小心碰到油那些，你要骂也很好骂，因为、啊、上面这个气啊是管理地的气，让它不容易生锈，让它可以耐用，明白吗 ？OK， 来，基本上是不可能会生锈的，会生锈是你拿去把它外面那一个涂层啊刮花掉，它才会。不然是不可能会的，它叫五合。哦，卖完了 ，OK， 已经卖完了啊，希望你们明白啊 ，OK， 来，所以呢，来，没有分享的朋友，像 Yap IV 啊 ，OK， 没有分享啊，好像啊 ，OK， 咪咪啊，你们没有分享，我们是没有进单的，因为来，我跟你们讲。OK， 为什么要你们分享？我们这个价钱啊，哦，好像光头哥该讲的，已经不是全马来西亚最便宜了，全世界最便宜了，哦，所以我们要求的东西很简单，我们只需要你分享一次，因为我不是像别边叫要你分享3次5次，然后导致到你被 block，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去到哪一个平台叫你分享5次10次，然后你分享被 block， 明天你看别的直播你不能下单，所以我明白这个问题，我只要求你们分享一次罢了。OK， 来两个怎样来下单？很多人问，对不对？新宝宝来记得，那我们现在有三层，有四层，三层来讲呢，下单的 code 是 SS 加一，颜色随机。加单啊，加单要讲解对吗？打多的。对，加单打多的注明你总数是多少？你不要打一个血加单，打两个血加单，你直接写总数。OK， 然后如果要下单三层的，就是这个啊，一层、两层、三层的呢，原价209。OK， 今天只要你有公开分享一次，我就扣100块，那么只需要109。OK， 只需要109啊，只需要109。OK， 下单方式 SS 加多少个？SS 加多少个颜色随机啊 ？OK， 来，如果要四层的，就是后面那个1、2、3、4、4层的啊。OK， 来。你没有装轮子，它小掉3cm 啊，因为这个轮子占据了3个cm。对。所以呢，你的位置是很狭窄的，轮子不用用。对。高度来讲，如果四层的高度122cm， 长度跟宽度是71×34。34cm， 这个是四层的，原价229，只需要公开分享一次，给你优惠特价129。OK， 下单的 code 打上 MM 加多少 ？MM 加多少啊 ？OK，MM 加多少啊？明白吗？所以有分享了，你就直接可以下单，你就不用等了的。然后如果是要面交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面交，来这光头帮我拿这一下。啊，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老钱很多，还是来你跟大家讲一下啊。OK， 来大家记住啊，我们银行户口号码只有一个罢了。OK， 那如果说有人盗用我们 online Gaki Mo 的头像来跟你收钱进个人户口去其他户口，你不要相信他，那个是老钱来的，记住啊，我们的户口号码只有一个罢了。看清楚啊，321-5927-906 Sajis Davis Sanyam Perhat 啊，大众银行 Barbie Bank。 OK， 如果说你是过来面交，好像他们这样子很多人过来直接取货的，不用给邮费，直接带走的，来你用 Vesta Online Gaki Mall 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店了，知道吗？我们店在格邦啊，富马hotel的旁边罢了，就是大路边格邦有一个家家肉骨茶，它的正正后面就对了。OK， 好，那你们要截图的人可以截图起来哈，就是这么简单。OK， 那你要三层的打上 SS 加一，啊，你要 MM 的 OK， 还是你要一个 MM， 你要一个 SS， 你自己打上来。Okay? 来，扩几寸啊？我算 CM， 我没有算寸啊。三层也好，四层也好的，长度跟阔度是一样的，长度71cm。嗯、OK， 阔度34cm， OK， 阔度34cm， 啊、然后呢，如果是说你今天买三层，高度86cm， 四层的高度呢，哦，它就是122cm， 上下34.5cm， 对，每一层相隔上下34.5cm， 啊，上下34.5啊，好、okay。今天自取过来付款可以吗？来面交直接过来给现金，依我了 QR Pay 都 OK， 没有得刷卡就对了哈， okay， 没有得刷卡就对了。带走了，昨天来了，今天对，老板又加了。OK， 来谢谢老板啊，看到吗？所以你们来直接有货，明白吗？只是你们来，你们一定要跟着 SOP。哦，我们一定是排队量体温 scan 了，轮流一个一个进。哦，我们会尽量加快我们的效率啊。然后因为希望你们明白，有些人来呢，他就讲说，哎，我不要 scan 啊，我只是拿了东西又走了，还 scan 来做么？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口罩戴好。也不用说一来的时候帮我拿上车手里啊，要下来先给我们对单先。对，要给我们对单。对单先啊，希望大家体谅啊。五成的没有了，昨晚没有。抢光光了。抢光光了。除非有爽单，可能我们现在再开、啊、但是这样来看呢，没有爽单的可能性、啊、对对对。然后因为单单昨天我们一开播，晚上来面交的人应该是有80-90个人了咯。邮费啊，两个里面15块，听好来啊，西马的话，东马不值得买，新加坡不值得买，如果还是你很想要买，你可以买。 OK， 东马邮费贵很多。 OK， 我们有拼上去啊，你可以看一下啊，拼上去那个价钱了的，你买一台多少钱，买两台多少钱，只有西马你买两台，他算你一次邮费。 OK， 懂到吗？就是这样简单啊，真的很耐很耐就对了哦。 OK OK， 记得来，我再次提醒一下 Jeffrey 没有分享。 OK，来，很多人都没有分享，你们记得要分享才下单。哇，光头这样站下去，你看，温温假逼婚啊。OK， 它可以承受的重量最少120kg，不是开玩笑的。是每一层啊。对，因为我们这个是加厚它的骨架了的，明白吗？不是那种 L shape 呢，我直接给你们看。你们以前买的呢，通常都是薄薄的，然后呢，它是直接 L shape 这样的，那种不耐。对。哦，那种你用久了它歪掉、曲掉的，明白吗？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是加固它的骨架。给它稳，而且今天你看啊，我们站上去，我们不是特地站在鼓的地方。如果今天我们站上去站在鼓的地方啊，这样打来了鼓比较稳，但是我们是直接全部都可以，明白吗 ？OK， can put oven 可以，你要放这的东西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啊，明白吗 ？OK， 来。所以好友哥买一架油费是多少？你买一架油费也是15块，你买两架油费也是15块，明白吗？总之你要给我们亏油费，你就买到准就对了。对，好、哦，第三架，第三架要加8块。对呀、啊，买8块啊，第三架加8块也是亏的。对、啊，第四架也是加8块，总之你买3架以上，每一台你加一个8块就对了。OK， 加一个8块。老板，你没有戴好口罩，他刚好在讲话，因为哦，你讲话的时候戴口罩很难讲的，我可以讲，很喘。这个是。啊，对，他旁边空空。放心啊，我比你还怕死啊。对， okay， 哦，不要带我带这了哦，你听不到我讲话，我讲话没有魅力啊，我没有魅力啊，讲话就不动听，不动听哦，你就不下单，没有办法。出租率扯寸是几多？扯寸来讲呢，来，我给你看一下，然后翻赖啊，你的单没有进，因为你没有分享啊。OK， 来，先跟你们讲呢，三层的扩先，三层的扯寸，来看到吗？高度86cm。
宽度34cm， 长度71cm， 每一层之间的差距34.5cm。OK， 然后再来这个 ，OK， 四层的高度122cm， 宽度34cm。长度71cm， 每一层之间的距离34.5cm。哦，五层没有了，五层还有来货吗？不确定，要即使来哦。没有。啊，没有来了。没有来，暂时没有来。你要知道，现在这个其实比较贵了的。五层的话，在市场上一个要160的，160块的。啊、哦，而且邮费现在已经起了，运输肯定的货会起了，所以就是就算有来都要摆起了啦，摆起到摆八，但是是过了年过后，但是我可以给你知道我也没有来了啦，因为卖到这样贵也没有人要买了，因为我现在卖到这样便宜，对，啊、哦，这样便宜，所以你们现在抢空掉它 ，OK， 看谁在后面来的买不到了就没办法了。对，因为现在的消费者啊，他可能就是说一直希望便宜，当然我们卖有这价钱，然后下一轮来我突然再来了，对我突然跟你讲运输起价，原价起价，然后我东西要卖贵，你们也接受不到，所以变成我们只能做一轮，我们宁愿不卖。对，好，没有空间了啊、哦、，OK， 只有一个货柜罢了，卖到最便宜，没有买到的人才知道啊，哎，我来讲的真的是卖便宜，不是玩的 ，OK， 真的很便宜罢了啊，来。对哦，所以不要问你们有没有下单成功，只要你有分享，你有打上来 ，OK， 你下单就是成功了的，明白吗？这个就是它的分别。颜色今天很抱歉没有得选了，没有得选了。然后无论是说你买三层的也好，你买四层的都好，我们都给你们这个打压了。对，全部轮子都给你四个轮子 ，OK， 轮子有得锁的哈，轮子有得锁的，可以锁住轮背活来活去。对、okay. 哦，然后还有就是说呢，我看到很多人下单，现在下一个，等一下下一个，等一下又下多一个，小编会很乱。如果你是加单的，你直接打你总数啊，看到吗？面交直接可以过来了的，我跟你们讲，今天很多人来面交拿价值，很多人面交了，对，要面交直接过来了，现在下单了过来，下单了过来，对。OK， 来 ，How you go do some demo? How to keep it open 啊？可以来教大家一下呐。你们收到货是这样的盒子的，薄薄的。为什么这个很多人想买？因为以前你们买这种的是锁螺丝的，你拆的时候你也要拆螺丝。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可以折叠的，来，你跟它收起来先。对，折叠很容易，看到吗？这个东西有一个扣，跟它推起来，这个扣推起来，你这个板就可以拿起来了，看到吗？很简单，西北容易的哈，你收到货也是这样的东西来的。那、啊、后面还有一个 lock 的、啊，这个 lock， 两个 lock 这边一个 lock， 打开 ，OK， 然后呢，你看啊，直接拉起来一点，压下去，整个可以收起来了，方便吧，各位，方便打吧，方便。方不方便？你收到货就是这样。还没有收完啊。OK， 那看到吗？可以去到。可以收到这样扁扁。对。扁扁，那么你要用的时候来打开它。啊，跟你收到货一样啊，收到货就是这样啊，你要收到货打开就是这样。然后上面跟它这样，啊这边放下来，对，然后两个 lock 跟它 lock 起来，这里的 lock， 旁边的 lock 跟它 lock 起来 ，OK， 靠紧上面的 lock， 对，这边也跟它 lock 起来，这边的 lock 也跟它 lock 起来，再两个 lock 就好了。那这样就稳稳假逼婚了，我跟你讲。这样就搞定了。啊，如果你爸爸妈妈你要买给他们，他们不是很高的，你四成刚刚好的。四成刚刚好，很多人身高很符合的四成。对 ，OK， 没有分享，没有下单成功啊！讲了很多次，还是很多人不听。要分享一次，然后等一下呢，我们没有进到你单，你没有收到，关播了没有收到，你又要进来讲我们讲说为什么没有 PM 你啦，为什么没有发你？可是直播我们一直在强调，一直在强调，公开分享一次在你们的个人主页 ，OK， 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公开分享，我教你们一次，什么叫做公开分享？公开分享指的是 public，OK，、okay， 分享在你的主页 ，OK。来，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直播，你按分享，你看这里一定要选择公开，英文叫 public， 一个地球的，然后你按立即分享，看到吗？明白吗？来，我要四成一个邮费多少？你买三成、四成，总之两个邮费都在15块。你买一个邮费也是15块，你买两个邮费也是15块。没有五成了啊，五成没有做了。对，五成没有了，不要下单五成，五成没有货了。没有货，五成没有货。好、哦，五成没有货了的，明白吗？好、哦，明白吗？所以我已经讲了哈。OK， 你们帮我做证人啊。等一下那些人来讲说分啊，没有这么没有进单，他们就是没有分享，所以你一定要分享直播。快邮费呢，我们也是亏给你了的。OK。
一箱多少天？你自己看。一箱 ，OK， 这个是四成的，都已经九 kilo 了，看到吗？都已经九 kilo 了。五成要12 kilo。五成要12 kilo， 看到吗 ？OK， 来，所以呢，来，你过来拿一下。很多人问价钱 ，OK， 我先一个一个给你们讲啊。三成的是现在这一个啊，一成、两成、三成。三成。OK， 原价209，你只需要公开分享一次。优惠特价109，优惠特价109啊，109，下单打 SS 加多少个？嗯 ，OK， 这个是三成的价钱。那么如果四成的来，这个啊后面那个四成的 ，OK， 四成的价钱，来，优惠特价129，原价299也229也是一样，要公开分享一次。OK， 这样价钱就是129，下单 code MM 加多少个 ？MM 加多少个？明白吗 ？OK， 来干婆话，小帮手帮他记录一下他的问题。对。OK， 他的问题明白吗？来，所以我已经教你们分享了哈，所以也打上来了。那么如果你是来面交的话呢，你就不用给邮费。面交直接过来，你买多少个，你给多少个，邮费不用给。我们是在 KL 格邦吉隆坡甲洞 ，OK， 家家肉骨茶后面，或者你使用卫生，顺便跟大家讲，银行户口老千了。三层打 SS 加多少个 ？SS 来打上来 ，OK， 然后还有啊，记住啊，你们全部人在下单了，你们要汇款的时候记得看清楚户口才款。我们公司只有一个窑口 ，Sagas Service Number 哈。321-524-906大东洋 Public Bank， 秋凤，你直接过来呀、啊，直接过来没有问题。来，我下单啊。不是要买葫芦丝鸡的。哦。来，这个你们拍照下来啊。拍下来，然后要面交的朋友先在直播下单，然后你才过来面交。我们的店是在吉隆坡甲洞 KL 格邦，如果你会来，你可以用 Base 或者你用 Google Map 打上 Online Garden Mall 就可以来到我们。那大力价今天不能选颜色了。对。哦，因为我没有办法再去统计颜色，等一下我答应你啊，我做不到给你。OK， 我做不到给你啊，所以希望你明白啊。Morning 啊 ，Catherine Tan。OK。会给你们要的颜色，对，是没办法的话，出完了后我们就没办法给你，明白吗？尽量会满足你们。对，颜色随机的。先这样子说，是因为怕你们要的东西没有，明白吗？啊，因为不够抢，真的很抢货啊。对。老板又来拿货了。对。啊，看到吗？老板又来拿架子了。OK， 来。所以明白吗？这个你们一定要记下来啊，因为老千在里面很多。然后这个整个呢，你们是可以承受最少120 kilo 的重量。120 kilo 没有问题 ，OK， 整个人坐上去没有问题。对，知道吗？很稳固的，明白吗？而且每一个不管是说你是买三层的也好，你是买四层的也好，它一样是有轮子的，对，一样是可以跟它 lock 起来的。轮子可以锁。对，轮子是可以锁着的。OK， 昨天已经下单了的朋友，你今天不用再写了，不然进到两轮单，明白吗？你昨天有下单的，还没有收到 PM 的，你耐心等今天，哦，他们会尽快。OK， 长多少？长度跟宽度都是一样，71 cm 长度， 34 cm 宽度，明白吗 ？Banking 可以过来面交吗？可以，或者你面交直接给现钱也是 OK。哦，余旺旺 ，OK， 小可呢，本是来分享的，分享直播先好不好？分享直播先啊，好佑哥，我昨天的单如果没有五成，麻烦你帮我换去。OK， 全部要摆设。你昨天的单肯定没有了的，因为小帮手刚才已经帮你摘了的，你是在重播下单，因为我们那边有时间了，哦，我们可以看到你什么时间打字上来的，哦，所以已经确定了你昨晚是在重播，不是直播，哦，你昨晚的是重播，所以你的是没有下到单啊。OK， 你现在直接打上来，你要 SS 加一跟 MM 加三，哦，就可以了的。来，五成卖完了 ，SEG 没有五成了，没有五成了，只有三成跟四成罢了。五成昨晚就已经被抢光了，哦，五成啊，来，所以呢，每一位记得分享。你看 ，Delisa Hang、美美露全部没有分享 ，OK。记得分享朋友。对，可能你们会好奇，怎么我会知道你没有分享呢 ？OK， 那很简单罢了的，因为现在呢，看得到的，你明白吗？来，我照这里给你们看，你看到吗？有分享者，有分享的朋友，你看到啊，名字上面会显示分享者的。然后你看 Delisa Hang 没有分享者的，看到吗？那 KK Wong 有下单，你看到吗？有分享者的，有分享者的，明白吗 ？OK， 好的，谢谢，不用客气啊 ，SG。
OK， 那所以明白吗 ？OK， 你买这个来讲是吧？你最重要要买到安心的东西，因为以前你买的可能很多要你锁螺丝的，久了松掉不能用，或者生锈很够力。我们这个基本上呢不容易生锈的，为什么？它有这个 anti rust pan， 那个防生锈的漆，防生锈的，所以变成你放在厨房这些啊没有问题。而且你放在厨房，可能你会担心说，哎，我重油啊，你重油我跟你讲啦，你洗都好洗。如果你有那种喷的，你喷上去你拿布抹 OK 了的。对。OK， 全部是很好的quality 来的、okay? 对，全部是很好的quality 来的，明白吗？所以很耐用的一个东西。而且最重要就是说，你变成今天你本来放很多东西，你大扫除你执家，然后这个东西以前如果有这样的东西你没有用啊，很多人真的浪费掉丢掉的，或者跟它拆出来绑在一起，可是到要用的时候发现到少掉一只，少掉两只脚、啊、少那个螺丝，少这个螺丝 OK 装不到两半、那个、对，不用担心，不用装。 Kevin 叔，这个不是杠啊，这个不是杠啊，但是今天我们这一个，我跟你们讲，来，傻义收给大家看。你不要用的时候啊，你可以整个跟它收到扁扁，好像你们刚刚拿货这样扁了。对。而且哦，嗯、不用你转螺丝，一个一个转出来再锁回去，不用。很多人啊，去 IKEA 买这种架子，最怕是什么？哇，你不要讲 IKEA 啦。啊，最怕去那种家具店买东西啊。傻义，你不要，也不要讲家具店啦、啊，你就讲一般上买的就可以了咯。一般上买的哈、啊，你们要转螺丝，要安装。啊。我们这个不用安装，不用担心，没有这个烦恼了。啊、OK， 我也是不想安装的嘛，对呀、啊，一样啊。那 lock 开起来， OK? 这个给它拉过去连。lock 开起来，拉过去。OK， 那只要开两个 lock， 你就可以收了。那这里开起来。开起来，这里刚刚拉上来。拉上来，然后你可以给它折起来。对，那、啊、就可以折起来了。对，你看螺丝都不用开的，跟它完全折到扁扁。啊、哦，然后你可以跟它放在一边先，下次你要用拿出来，变成就是说以前我们买那种要拆的，你拆了一定是拿东西绑起来的，对，绑了你放在一边，然后要用的时候，等一下螺丝不见啦、啊，啊 ，OK 啊，谢谢老板啊 ，OK， 哦，等一下你找不到螺丝啦，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螺丝罢了，找不到螺丝啦，螺丝这样小力，有时候收纳不到哪里去，然后又麻烦，然后你就整个丢掉。对，那这个你看要用的时候打开哦，要用的时候打开，啊，看到吗？啊，按下去，按下去，上面给它 cup 起来，上面 cup 起来，啊，两边给它 lock 起来，对，啊，上面 cup 起来，这边可以 lock， 啊，这个 lock 也是这样嘛，按下去罢了，按下去，然后这边也是一样，这边也是稍微容易 lock， OK， 这样 lock 罢了，啊，啊，搞定好了，搞定好，四层， OK， 四层，明白吗？等下就这样了哦，需要怎样装？很容易啦，来，每一层都可以最少那120斤咯。120斤咯，来，我给你知道，来，很多人问价钱，这里啊，顺着我们扣下单啊，你们记得 ，OK， 先来三层的，先来三层的啊，这个是三层啊，三层的原价209，有公开分享一次，只需要109，下单扣 SS 加一。哦，要两个就打 SS 加二，三个就打 SS 加三，邮费 OK， 买一个两个都是15块，如果买三个，第三个给一个8块，哦，就是15加8块咯，明白吗 ？OK， 这个是三层的啊，三层的、啊、SS 加一啊 ，SS 加一啊 ，OK， 来四层的 ，OK， 后面这一个，那四层是这样。这个是四层的，四层更加好用，那个身高全部刚刚好。Okay, 对，很符合你的身高，拿东西也会拿得刚刚好。对，四层的原价229，公开分享一次扣100块，只需要129。第二九，下单扣 MM 加多少个 ？MM 加多少个？看到吗？我现在是全部不可以选颜色了。啊，不能颜色随机了，可以加轮子吗？轮子每一set都有给你们4个了的。对，每一个的里面都有轮子，不需要另外加，我们全部送给你们。OK， 轮子全部有 lock 的。OK， 那四个轮子，有 lock 的轮子啊，有 lock 的两个有 lock 的，看到可以锁的轮子四个，全部这个是送的，轮子有送给你们。OK， 来，明白吗 ？OK， 所以可以加轮子的啊，记得分享直播了才来下单啊。然后呢，下单了耐心等待，来，老板可以看看了。啊，来拿货是吗？那这个是三层，这个是四层。OK，
有下单，现在这里可以下单哦。三层、四层都可以下单。啊，三层这个两个，啊，你要哪一个？但是颜色随机的，随便选。极高三层的来讲呢，它的高度呢，86cm， 这个是三层的高度。如果四层的高度呢，122cm， 122cm。因为我们四层来的多，好吗？这个打开了过后呢，然后收那些锅子啊，还是看你要收什么几十块啊，还是你要一个三层一个四层，还是你要两个四层，现在是要五个十个，看你是来做摸咯。对啊，我想说它可以收啊。啊，对啊，可以收啊。然后有轮子的，这轮子你装上去了过后呢，它就会像这个这个情况这样咯。比如讲你现在是放在厨房，你要抹，你拉出来咯，拉出来抹了过后再放回去咯。啊，这个是129, 129, 来，所以看到吗？那容易收啊，容易收，要拿东西是吧？啊，拿东西这里就可以了，排队就可以了。进去对单了，够拿单出来给我们拿过就可以了啊。啊，在那边啊。啊，妈妈懂哦。啊，得得得，哎，可以慢慢动手也行。没没没。啊，看到吗？每个都是来面交，一看货就喜欢了的。所以收到吗？如果你们是 KL 区的，你们直接过来面交。OK， 直接过来面交就可以了。如果面交，你可以用现金，你可以用 e-wallet， 可以用 QR Pay， 然后不用给邮费。面交全部不用给邮费的。你面交不用给邮费，但是现在直播下单，我们要跟着那个数据来给的。对，我们是跟着数据，所以你分享了，你要面交你就打上来你要的，然后你注明面交，然后你就直接可以来拿。今天我们面交，我们是 extend 到十点。OK， 我们 extend 到十点啦。下单马上可以过来，可以要个泵，可以直接过来了。OK， 来五层卖完了，昨天就卖完了咯，昨晚第一场直播就卖到干干净净了。五层没了。OK， 来这个是三层的尺寸啊，高度86cm， 长度71cm， 宽度34cm， 每一层之间的距离是34.5cm， 这个是三层的，三层的尺寸啊。来四层的来讲呢，高度122cm， 长度71cm。宽度34cm， OK， 每一层的距离34.5cm， OK， 下单方式要三层的，你不要讲你要四层一个三层一个，你直接打 code， 三层的打 SS 加一，要两个就打 SS 加二， OK， 公开分享一次就是优惠价了的。四层的来讲呢，原价229，公开分享一次就是129，下单 code MM 加几个 ？OK， MM 加几个啊 ？OK， 明白吧 ？OK， 你们是在哪里？我们在 KL 吉隆坡吉隆坡甲洞家家路古潮面。你用 Waze Google Map， 你打 online 个 Kimo 就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如果你面交就不用给邮费。如果你是要我们寄的，你买一套也好，两套也好，不管三层四层，你买两套就是15块。如果你买三套呢，第三套加一个8块钱邮费。如果你买四套呢，第三套加8块，第四套也是加8块。对啊，如此类推。有没有收到？所以要下单直接打上来。OK。啊，我们在吉隆区，我们不是在 KL 区。好，分享了我们的直播，个人分享一次，爱心说上来就能下单了的。OK， 就能下单了啦。下单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分享，没有分享的话，我们没有进你的单。OK， 你就是抢购不到了的。对，记得先分享。哦，记得先分享，所以这个变成它叫做收纳。OK， 收纳它是因为它可以收的，而且呢，这些每一粒螺丝你回味到家你要自己转是吗？不用，它已经装完给你了的。装好给你，不需要你自己转螺丝。来，所以已经下单9次了。所以已经下单9次，不要重复下单，不要一直打上来，因为这样你会导致到我们数量算错。
OK， 希望你明白啊。润喉力打一次就好啊。哦，润喉力还是啊？润喉力打一次就好，你已经打了九次下单，你是不是要九个？OK， 因为小帮手会帮你记录到九次就是九个了。OK， 不要重复打，打一次就可以了的，明白吗？你打一次就够了的，我们就已经会帮你记录了的。OK， 自取啊。然后呢，你们能不能啊，一次性在一句话里面写到完啊？OK， 你要加单哦，你就直接写多的，要什么颜色你直接注明在里面。方便我小帮手帮你记录啊。How to repeat? No need to repeat. OK， you already type night time 啊。You one night set or one set only? Yeah, okay, Zhun Hao Li. No need repeat. Yeah, because here, I see you tight night tight order already. Okay. 对 then, 我们的小帮手以为你下单九个，你知道吗？ Okay, 以为你下单九个，你是不是要九个？如果你是要九个，你直接打 order 上来。打你要的总数，打你要的总数上来就好。对，来，你好，请问三层有多高？三层86 cm 高度。86 cm 啊，三层的尺寸在这里了。对，那三层尺寸。啊，三层的尺寸在这里啊，86 cm 的高度。嗯，哦，我们小编讲头铁啊，个巴拉萨克嘞。OK， OK 啊，下单打一次就够了 ，OK， 不用打这么多次的。对，下单一次就可以了。哦，你没有被吃字，一次就已经进单了，只要你有分享啊。Good morning， can I double check with you 啊？All collection time is until 10 p.m. 对，今天到十点啊 ，confirm 啊？啊，今天到十点。哦，今天晚上到十点。Philip, Boston for one, 一个15块，拉长补短不了了，油费没有赚了。因为讲真的，来，你拿一箱四成来称给他们看。啊，四成的。啊，这个四成的啊。寄过东西知道了。是啊。一斤肉要多少钱？对啊，九斤肉差不多接近十斤肉嘞。啊。啊。差不多九斤肉多一点 ，OK。啊，看到吗？这个是四层的啊，四层的九斤肉啊。No, I don't. Oh, you want two set, then you tie 啊 ，doctor only. You not you not need to tie night tie 哦 ，you tie already night tie 哦。要啦 ，OK。OK 了 ，OK 了。请问四层几高？四层120啊，122 cm。122 cm 啊。啊 ，Now I saw you order acting 啊，这样你就下单了18套了，你知道吗？OK， 四层122 cm 啊，你看来傻义，你站在这个四层那边。高啊。傻义是175 cm 啊的高度。对，差不多175、176。啊，其实如果你高度在16多，你买四层刚刚好。对，如果你拿太高，你真的拿不到这个高度 ，very good， 适合刚刚好，刚刚好这个。啊，大概就是说四层是少一粒头，那、啊、来蹲下来一点。啊、大概要160的高度就是这样，刚刚好咯。十六刚刚好咯。啊，刚刚好啊。里面有几个这样高的？对，明白吧 ？OK。然后这个全部都是 ND last pen 啊，不容易生锈的，哦，而且稳固，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呢 L shape 那种啊，薄薄的。对。哦，你大多数你买的是 L shape 这样的那种容易歪掉的，我们这个是加固骨架。加固实心骨架，看到吗？实心。OK， 西北听啊。啊。高高诶。Do I need to make my collection tie? Ah? No need. Ah. You just come only. Okay? You just come only. Ah. 明白吗？哦，下单就直接打上来就可以了的。Hi, place order here. Yeah, place order here. 来 I tell you. Ah. Okay, I tell you all. Ah. See, ah. You see, ah. Many people don't understand. So now we come English. See? Okay. Today, I tell you all how to order. Like, how to order. Like, take first. This one. We come three first.来 three layer first 啊 three layer first 啊 ，OK see 啊 ，public share one time， original price ₱209 yeah OK you got share discount 100 OK OK the price is 109 if you want one you type SS plus one you want two you type SS plus two OK 哎 thank you boss OK 来林亚 no PM 啦林亚 I already tell the price I already tell the size OK everything I tell already you want what I tell what you still want PM you just follow the code can you follow the code you type what you want thank you very much Order, yeah. Ah, yeah. So this is three layer. 小心啊 ，PM 价小心啊。啊，下，林亚，哦 ，you PM 啊 ，very dangerous. Ah, dangerous. Ah, so you just die. Okay. Yeah, just die. Because just die. Ah, the 老千会是有 PM. Ah, the old thousand 啊。Ah, the old thousand 啊，那骗子啊。
啊 ，the liar 啊，会 see your PM 啊 ，then he go PM you 啊，你。He pen down you, you know. Then you have a suda. You have a look. You money gun, fly. Fly away, no. Okay, so here, if you want four layer, hey, show the four layer. Four layer here. This is four layer. Okay, public share one time. Original price 229. Public share one time, 129. 129. Why no share 呢? You say you, you zibat 100 ma. Share no need money ma. You share one time, of course can ma. Share one time, 100, link out, four layer. Yeah, okay, order code, MM, plus one. You want two, you plus two.Okay, yes, very easy ma. Very easy ma, you do MM plus one ma. But see, no need kung fu, no need technique. Like, what should you want, Bota? Okay, so all understand? Malaysia English, understand? Okay, you all understand or not? Understand, 打明白。now people make until our 小编they tau already, you know. Yeah, la, 小编 already, under cannot stand already. You know, 小编 already under cannot stand already, cannot the gather cool already. Yeah. Okay? So every guy member, because every time I speak Chinese, many people type English. I also very tau tia, you know. Then I speak English, everybody type Chinese full.Yeah, you know, my, our English are very good. Okay, 明白啊，全部明白的啊，明白就可以了。Okay, 我好多人是弄个头铁就对了啦。Okay, got four tire 啊。Okay, 四粒 tire 啊， tire 扳机可以扳风啊。这个 tire 不用扳机的，不用去打风的。哦，对，这个 tire 不会扳机的，不用打风的。不用打风， tire 不用打风啊。对，可以 lock 起来的。Okay, 好，如果你 lock 起来啊，就不会走来走去了的，明白吗？lock 起来就不会走来走去，明白吗？明白。哇，你们284位朋友，我这样辛苦讲英文，没有人明白。You understand, boss? So you take back, okay? You open, you use, boss. You're welcome. See, people also understand my English. You guys are all need to 反省 already. Okay, go to toilet 反省。Go to toilet study. Study back. Every time tell go you all go to school learn English you guys go to school suck the pit. Okay, like, understand Okay, understood, good, sweet, steady Okay, I don't want to show my callie ma. Okay, you see I show callie already lo. What is callie Callie is callie lo. Callie, what is callie? Callie Hokkien看到吗？讲英文全部都会分享了。原来要听英文的。原来你们全部都是国际化的是吗？原来你们全部都是玩 international 的招将吗？这样我每一次直播我讲英文就好了咯。OK。对。谢。OK。来。所以如果你们来面交是不用给邮费的，完全不用给一半不面好。你看，很多人来面交。才拎来面交的。零仔零女又拍照打卡，还单身的红包干干呐！哎姐，爸爸叫哎，到你了。OK， 五成没有了啊，五成没有了啊。OK， 五成卖完了，昨天卖完了的，明白吗 ？OK，Kevin Su 啊 ，You no understand 啊 ，You go back school 啦。OK，Kevin Su， 来，老板，谢谢，你看，哎呦 ，Steady Boom BB，Steady Boom BB 啊哈，等等来拿 ，OK。OK， 邮费两台多少钱？买两台十五块，西马哈。西马一台十五块，两台也十五块，所以西马敢敢拿两台。我刚打了 MN 加，要加多一套，是不是在打 MN 加？对，本来，本来与吉和高爷我们光头哥要讲一些话了的，我知道的，这边讲讲说存在感了的，那你要讲什么？啊，你加多加讲开讲拆这东西。他就帮他领了不啦？这边哦，打开。他紧了不啦？还困没困啊？我还死没死啊？我。头家你落啊！我比该操刀。OK， 来打开了哈。来这边后面哦。OK， lock 要打开。给中间拉起来。
两部没收到完。啊，就讲没有用的收给将来收啦。对，啊、要搬家的时候很好用啊。啊，你可以装轮子，可以推上推下，你可以骂它底部咯。那轮子会搬进吗？不会、哦、这个也这个你看啊，它很够力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轮子不够风怎样？啊，不会没有风，还是哎呀，这个不会没有风的，来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轮子都是用最好的 quality 的 ，OK， 不会没有风的，不会没有风的 ，OK。问有得 lock 没有啊？我不懂你们有回答到没有啊？有，两粒有得 lock 的。对，四粒轮子里面有两粒是给你们 lock 着的。对 ，OK， 给你们 lock 着的，还给它被活来活去 ，OK。好吧。可以锁着的。可以锁的， okay, 可以锁的。那 lock 着了够是吗？它是每一层都很耐啊，听好来啊，每一层。那、啊、你看到把这细笔架坐上去有没有问题的？刚才是站在上面 ，OK， 还是站在第二层，还是站在第三层，而且我是站在最中间，中间是它最脆弱的地方，也就是说最容易扣掉、弯掉的地方。好，我坐下去给你看，啊，拿两只脚拿上来啊 ，OK， 知道吗？真的是啊、quality 的，好、啊，所以如果说你过年过节你要装厨房。啊，你跟达西洛买了很多东西了，放到没有地方放了，来不用紧，拿回去放你达西洛的产品，一系列达西洛给它放到完。你买两个，一个放马鲁库库的，一个放达西洛，达西洛的啊 ，beautiful wonderful 啊。对，我自己都买来放内衣内裤了嘞。OK， 来，会生锈吗？不会 ，anti last pan， 哦，不容易生锈的，几层？有三层，有四层。而且你看我跳上去啊，我是直接啊，不理它的，看到吗？就是很吃力在这样上 ，OK， 跳舞式啊、哦，跳，我不厉害跳，他、okay, 很尴尬了、啊，我现在镜头看到很尴尬了，OK， 很尴尬 ，OK， 所以可以承受的重量最少啊，最少120斤咯，最少120斤咯，我跟你讲，你们要买的，你们干脆买一个好的、稳的，然后买一个容易收的。以前你们哦，在别边啊有买过的、啊，那主要拆螺丝的，我跟你讲啊，不大都很讨厌的。很多人为什么会改单，就是我理解的，因为呢，他不知道四层要放哪里，三层要放哪里，好友刚才讲的不够好，哦，所以你弄到你们很乱，所以不是你们的问题，是好友的问题。OK， 那啊，这样你坐啦，你坐啦，你坐啦，我走了。哎，你看不开心啊？你这里拆啊，你这里坐啊。三层的呢，你可以放在哪里？旁边，好吗？洗衣机有些人的洗衣机的房呢特别小个的，然后它的那个高度又有限，所以你可能就放一个三层的下去咯，在那边咯。那你的那些洗衣粉、啊，对，放洗衣粉啊，放一些啊，放一些桶在那边啊，对啊，省位置。放一点牙刷、牙膏啊什么啊。啊，对，可以收一些洗衣粉，就是 offer 啊，你要买多多放着啊，你可以收在那边。对。走啊，那这个呢，你就可以放在你的那个厨房那边 ，OK， 放在你的书房 ，OK， 或者是像我们哦那个金毛这样。OK， 那我们就直接装上这种架子，现在开始在装这了10多20个，对、啊，把那个产品啊、展现在这个架子上。做生意的人要做摆 display， 摆给人看的那些示范的东西，全部可以放着。很秋有轮子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好友哥，啊，你穿多架？因为刚才有，因为人家讲我做不到嘛。啊，你多架的啊？哦哦，油哥啊。啊，路口啊，进来按你那个。谁讲做不到了？谁讲做不到了？啊、看到吗？好友哥这样多架，看到吗？坐上去。我就是要给人看屁股，看到吗？我做不到了，看到吗？做得到没有？自己看。啊，看到才会包啊！你要录一下吗？啊。做得到啊，做不到。做得到嘛？看到吗？两只脚开开都没有问题。哇，可以啊，明天面交也可以。好，今天来更好咯，直接带走，连口金都不用下货了。你做么的？我交给你吗？我要过来拿鸡。OK， 来。放鱼缸可以吗？可以啊，放鱼缸可以啦。哇，老师也放鱼缸在上面。Okay. 我刚想到我家有。不要看三层，我该做那个就是三层哦。来拿一个三层搬过来。我要70kg了，刚才我有70kg了。你80就80啦，70。你的鱼缸有。拉半不落，拉半不落啦。没有啦，不要拉半不落，拉半不落啦。大刚先逃啊欢。我很久没有称了。OK。我停留在一年前。那这个是三层的，五层没有了。对，五层昨晚就卖完了，他们太给力了。嗯。OK。哦，放鱼缸这里全部没有问题啊 ，OK， 明白吗？那很多人问 cord 啊 ，OK， 来 ，cord 咧，做看看领巾打波会使无？这 cord 伫伫了手会使无？大家这边行来行去，行来行去，我咧手空空啊，我。对啦对啦，收你啦。怪不得你两袖清风啦。不客气不客气，你们这么又吵架了、啊。来，好友哥做看看，该不是做了咩？要做几次？拿，做给你看来。那来给我，我包下来。好啦。感觉白白身哦，
扁你妹啊扁！什么扁？裤子扁？三层。原价209，你做啊断掉全部偏色单哦。公开分享109，下单方式打 SS 加一。那、啊、这个是三层的，下单方式 SS 加一 ，OK， 没有得选颜色啦，随机发送啊。小心你啦，减肥啦。来四层的点啦 ，OK， 来原价209，公开分享一次扣100，129，129四层打 MM 加一。对 ，MM 加一 ，OK，MM 加一四层 ，OK， 来老千，很多拍照，公开十秒，哎呀，哎哎哎，要轰啊 ，OK， 来来啊，大家有下单的朋友们来要汇款，记得提防老千，我们只有一个公司银行户口 ，Sagas Lavision Number 哈。我有东西要问啊，好友，你勾着不要呼吸啊，那个重量会轻一点的没？也是要这样冲的嘛！哎呀，玩光头很怪老了。OK 啊，下单。啊，刚才给我那句话吓到了，你不要做断掉，做断掉那是开车打掉了。OK。开始。赛车了，我跟你讲，开始赛车了，很多人面交了，你看，我们这里面交越来越紧张了，我跟你们讲。OK， 紧张了哦。哎呦，面交很多人哦。喂、哎，那、啊、刚才叫我坐上去的人啊，看到了啊，你没有买的话啊，我跟你讲，我尽量就上我路。哎呦，还要拍咩？是啦，好、哦，拍个小小啊，别大喊了，来摇了啦。好、哦，第二层一样啊，就算是这么的低，你看到吗？你看、啊、又光、哦、又矮又肥的人坐上去有没有问题？啊肥肥矮矮，啊，我不大，肥肥矮矮，嗲嗲啊，嗲嗲啊，啊，我听到咔咔声哦，哎，啪噗砰，咔咔声就取消单了咯，那稳稳的，看到吗？没有事情的 ，OK， 没有事情的 ，OK， 来 ，no more 啊 ，what no more？ 哎呀，家里要整齐，要干净 ，OK， 子女才会啊，人家讲的啦，子女才会好。所以呢，这个买多一点回去把家里擦干净啊。OK， 嗯，还有一个也有买了，我们的后台啊，我们的小助理，我们的帮手，很多个我们的员工的妈妈全部都来买了。分享三次不用钱，谁跟你讲分享三次不用钱的？谁跟你讲的？看我的信息啊，算错了，罗娜，算什么？来，小帮手看一下你的信息，send上来给我看。啊，算错什么？跟他讲一下喽。对，小帮手来把罗娜里面 inbox 的东西send上来给我一下。啊OK， 然后这个可以了吗？啊，这个架旁边还可以挂 ESCO， 好、啊，挂了 ESCO 过后啊，你们要挂鸡饭啊，挂锅皮饼啊，要挂五挂箔，还是要挂那个锅盖啊？好、啊，全部你东西可以挂的。啊，可以买那些钩子啊，锅子，然后你可以挂东西，你要挂碟饼也可以。啊对啊，什么啊？碟饼啊，锅皮饼啊，什么饼啊？不是锅。你买这个架子来挂碟饼，挂锅皮饼的。因为拿多用途吗？因为我们好像好友哥这样喜欢，每天去到哪里都带这一包的嘛，对不对？你讲这姐还是讲我？你讲话讲好，来，我有去到哪里带一包。Nescafe 冰。啊，这姐是 Nescafe 冰，所以我没有喝 Nescafe 冰的。你喝 Nescafe 冰啊 ？OK。啊，你们可以掉咯，你们打包什么掉可以掉。哎，罗娜，你不要做挤杀啦！分享一次扣100，分享三次不用钱，哪里的肉来的？你的公司这样来做，你分享几次我都跟你分享啊！我跟你讲，不要来这样做挤杀啦 ！OK， 明明那边呢字写到很清楚的 ，OK， 好、哦，只需要公开分享一次，看到吗？只需要 ，OK， 好、哦，你要做字眼，我陪你做字眼。只需要公开分享一次，只需要，懂什么意思吗？只需要啊 ，Google Translate 学得到的，去设计一下 Google Translate 只需要什么意思 ？OK， 来，请问在什么地方面交？来，面交的话呢，在 KL Gabon。KL Gabon， KL Gabon。啊、哦，啊，是啦，我也是开玩笑罢了啦，罗娜，就是我谢谢你这种这样啊，哦，因为你们这样啊，我们气氛才会吵起来。啊，我给我屌一。啊，他讲罢了啊，我没有屌啊。啊，我们你可以屌我可以屌你的。啊 ，OK， 来，我们店在 KL 格邦。KL 格邦，你怎么吃东？西北桌啊，我跟你讲啊，卖走了。OK， 来 ，last call， 要的下单，还有什么问题打上来。要关播了，很热啊，我已经够黑了，我太容易晒黑了人了。格邦家家肉骨茶，对，格邦家家肉骨茶后面，但是你来不要叫我请你们吃八姑爹哦，没有钱哦，要过年了，要包红包。八姑爹，对。
巴古店很贵啊。OK。啊，你要面交啊，现在来啊。面交啊，很多人排队、啊。要排队啊，要排队啊。啊，你们来面交排队的，不要排到生气啊。啊，不要排到生气啊。真的，因为有些人来说，这么要排队嘞，这么跟我拿一样东西吧，妈要这样麻烦咩？要跟 SOP 啊，要排队，有时候你不要插队啊，对，给我先，给我先、啊。我没有跟 SOP， 等一下干干水来讲啊，那个 DBK 一来啊，好死咯，一人一张八卦、啊、，OK， 杀杜里布 ，OK， 啊，你又不爽，我不不爽，人也不磨送。对不对？好、哦，four tire called MM。MM 啊 ，medium 啊 ，MM medium。MM 巧克力。MM 加一 ，MM plus one。对 ，MM plus one 啊。今天、啊、阿公来也要拍哦，你不要给人家报警捉你哦。这东西拿出来玩，洗掉我的评论。小编，我可以讲，该讲的东西讲，不该讲的东西不要讲哦。啊哈哈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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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用 Facebook Map 打 Online Kakimo 就可以来到了。我们是在那个加加州古茶那边的，加加州古茶后面啊。OK， 来再放上来 SS 加一个 MM 加一的 code。那 OK， 三层的 SS 加一啊。SS 加一。一零九。对。有分享一次就是一零九。嗯。来四层的，四层 MM 加一，一二九。一二九。一二九啊。4x MM 然后有下单的朋友啊，关播要耐心等一下，给我们小帮手一点时间啊 ，inbox 你们啊，好不好？来，到几点啊？我们今天 extend 到十点 ，OK？ 你现在可以过来，我们每天店是早上，平时时间是早上十点到傍晚的六点，但是今天呢，我们给你们 extend 到十点，十点到十点，到晚上十点关店。Okay. 是啦，东马邮费我都不建议买啊，不然能领赔谁啊？找了几间哦，邮费都是这样，所以东马的朋友啊，不要买了，不划算了。东马你能接受就买了，但是真的是不划算了。OK 啊 ，OK，Thank、okay, you，Love you，I love you too 啊 ，I love you too。OK 啊，关了啊，大家，我们要准备去做牛做马了，很多人要来面交了，很多人面交排队排长龙啊。啊 ，OK 啊，所以谢谢大家收看了啊，谢谢你们，拜拜，拜拜。